咱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哎，我叫做潘良华，我本身我呐平埔族的原住民哈。那么今仔要讲的题目，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因为这个标题，你就看讲，就是咱国际地位无正常，所以咱较需要来用这个题目来谈论哈。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会讲不完哈，所以我做这个简报系统是要三点钟以上才讲得完啊，这个我有两点钟呢，所以我爱赶较紧的哈。好，那么咱先来看讲，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有啥物变化？来简单来做一个小解。而且咱今仔咱来先了解讲，咱台湾地位要正常，咱家己本身，咱家己的头壳爱先正常，你看呐。咱迄个国民党来台湾七十年，用愚民教育哈，拢教咱教假历史，所以咱头壳迄个国民党系足济病毒伫内底，所以咱拢中着中华民国的国民党的毒素。那么咱来遮上课，就是要来教咱头壳内底国民党的毒。爱甲消解掉，吼、哦！来遮上课，等于咧食解药啦，吼、哦！安尼讲较紧，吼、哦。咱家己头壳若无正常，台湾就无可能正常，吼、哦。好，来法律上，1895年日本天皇依照下关条为大清合法，即有条约，吼、哦。国际条合法出自台湾甲平洋。第二。1952年，因为日本向美国牵两条原子弹了，投降了，一直到1952年，日本政府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来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呀。但是主权还搁在日本天皇的手里。啊，刚才一个土地有分所有权甲使用权。啊，所有权就是讲，你这个土地是你的。那么你若要出租，你就放弃你的管辖治理权、地上权，对吧？你若一块地、一家地，你讲要一家地一年租10万，啊，我给你租5年，我把50万交予你签一个契约，从迄天开始，你就是放弃你块土地顶管的管辖治理权。我判量话要在遐种山、遐种水果，就顾在我种。那么5年到，你会当去把你的管辖治理权去修改。我给你做去5栋，所有权证要搁你的名，无过户。那么旧金山和平条同款就是安尼，因为台湾已经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所以无法度割让出去。所以美国在同盟国只好干来要求日本放弃地上权、管辖治理权，好、哦，好。那么，所以目前台湾还阁是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事占领中。即马依照台湾管制法，委托台湾地理当局，即马这个叫做台湾地理当局，所以马英九叫做局长，哦，伊毋是总统。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啊，伊就甲咱骗，招咱讲含台湾人做内算。选一个中华民国流氓的总统，中华民国若是流氓，伊就毋是国家，吼、哦。啊？系啊，毋是国家变哪选总统？包括陈水扁选到，嘛毋是台湾人的总统，毋是。台湾毋是国家，就无可能选一个台湾总统出来，吼、哦。好 ，OK， 好。过来，咱来看台湾的作者问题。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国民党来了才发生这些问题，包括违章建筑，日本时代没有违章建筑，就建楼中国军来了才开始有违章建筑，他们都要收红包，而且他们若没炸土地来，那么建楼他们国共内战输，到要200万的人走来台湾要带队，土地拢唔是伊个啊，
所以较开始有违章建筑，哦，为北到南铁路的上面边啊，做这些违章建筑，就是拢中国人，哈、哦。啊，你看台北市违章建筑那遐济，迄都拢为中国国民党来管台湾了。那么台北市伊个创造伊个流亡的首都，哈、哦。那么因来台生陈宇公，阮。无要收红包，台湾人迄阵唔知啥物叫做红包，嘿，伊甲你讲即句话，咱台湾人傻无？哦，到尾啊，他发现讲，你若去公所办代志，要申请啥物啊？哎，甲人拖足久的袂过，吼、哦，尾啊，他人中国人甲台湾人偷讲，啊，你爱送红包啊，你要送的物件内底爱写红包落钱啊？哎，哦，真正安尼甲送伊。我念咪通过，哦，台湾人较知影讲，哦，原来就是欠红包，才袂通过。所以因的法律，哦，法律定个足高，日本六法专书足高，迄拢是咧关关卡卡咧卡咱台湾人。啊，你都卡伫这条，你无摕红包来，即关袂过。安尼啦，啊，你看因来拢穿中山装有无？即四个落地啊，吼，啊，即落地啊，佫会当伸缩，会当放大，迄拢咧底钱咧。提红包的，好，所以红包文化嘛，中国人带来，违章建筑嘛，中国人来，好，所以作业问题好。那么台湾的作业问题，包括台湾变到国际化，哦，正常化，咱来先了解，咱到底咱是虾米人？你若家己拢唔知影你是虾米人，你有可能认贼做老爸。啊，你讲哪有？台湾2300万人。其中300万人纯的中国人，剩的2000万人是咱本土台湾人。那么是安怎选举，尤其总统的大选，那咱2000万人会选出300万的中国人？85%以上的台湾人选出无到15%的中国人，怎么原因？就是2000万的台湾人，其中有一半到1000万的。迄个洗脑，迄个中国国民党洗脑，洗到变走去做中国人去，所以因变1300万，咱剩1000万。所以民进党，你看日军呢，建界咧选举，上届拢摕46%，迄就是咱大部分本土台湾人用洗脑去哈。所以你要先认清个，明白家己，咱是啥物身份。好，了，靠我多来，佮继续。首先，你要先了解你是对一族的族群。台湾我甲分两族，两大族。沿海边啊，这西部平原这浅绿色的这个叫做平埔族原住民。好，那么中央山脉以东这个哦，土黄色的这边叫做高沙原住民族。咱来讲，较早拢叫做。三地同胞，尾啊，到改做三地原住民，有无？那么南投遐有一个游览区，叫做九族文化村，有无？其实高沙族的原住民，唔是干那高族尔，哦，因为佮要20族了。那么目前即马中华民国内政部有佮承认的有16族，哈、哦。啊，那么我先来讲，咱平埔族、平埔族。咱大部分的台湾人，85%的血，你甲抽来有85%，拢总有高山还是平埔族的血统，所以咱唔是中国人，吼、哦，你要先搞清楚。那么平埔族，毛差不多16族，那么较有名的，即马即图片上差不多10族、哦，我大概先介绍一下。宜兰才有一个克马兰族，哦，因为一个克马兰客运，哦。那么台北地区有一个凯达格兰族，阿扁啊2000年选到总统了，甲总统府头前迄个介绍路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就是咧纪念台北地区的凯达格兰族，哦。所以后来用咧抗争，就拢讲要去凯道抗争，哦。那么桃竹苗家。有道卡斯族，那么中部包括苗栗，包括这个
台中、中华、南投，才有三个原住迄、那个平埔原住民族，有一个八寨哈，啊一个帕布拉、马布萨哈，第三组伫遮来活动。那么分林甲家己，才有一组叫做红安雅族。那么上大族的平埔族就是台南地区的西拉雅族，西拉雅，哦，在那个因的三乡大来，遐还佫有一个西拉雅的原住民的园区哈，因还佫在办业绩。那么隔壁地区只有一族，这个岛还佫无出现，这个叫做马卡道族。那么我本身就是马卡道族的后裔，但是我的语言、我的风俗习惯，差不多拢有汉化呀，哈。那么，其实够一族，我那是西拉雅的支族，就是这个莫拉克风灾嘿，六年前，哈，2009年，伫个小林村、麦村，因迄族叫做大满族。那么马卡道族是社长顶拍牌五吨机哈，选择高雄市市长了。伊为着要纪念阮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所以伫个纵贯铁路边啊有开一条路哈。伫个纵贯铁路边啊开一条马卡道路来纪念阮马卡道族啊。那么即组我甲你介绍，你就足好记的，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回家拿来弄的包死的去做，好，我就去做的，好。好，那么咱来看这张图，搁较清楚。啊，这是南岛史观的福摩沙的这个平埔族跟高沙族的这个分布图，哈。这张较新的马卡道族好不？在高屏地区，好啊，高沙你甲看，迄、那个南苏才有一个达悟族，哈。啊，再有台东有卢凯卑南族。阿美族、哈、撒奇拉雅族、泰鲁古、泰鲁古、哈、啊、阿侯侯族、哈、啊、阿叫这个泰雅族、哈、啊，这里是泰鲁格族了哈，阿、啊、叫周族、布隆族、哈、啊，好不？啊，上新呢，去年较通过两族直接做细族的卡纳卡纳夫、哈、啊，阿、啊、加一个拉阿鲁瓦族、哈、啊，这两个拢几百人呢，结果台南市。台南市要申请，迄个内政部申请要做原住民族，未通过呐。迄族遮大族，百几万，规个十几族的高沙，加起来无超过六十万。啊，你即马向阳佫加一个百几万的西拉雅族入来，预算平平干那遐，加百几万人买入来分，哦，我高沙族就会起配面，我佫出草也得啊，佫去来铺了哈。所以。中华民国来政府唔敢和这个西拉雅族通过，哈，好。那么你是不是平埔族有几下特征？你把你的手弯起来，哈，这脑袋一顺为耳，哈，有一顺的这里，这里是平埔族的特征之一。另外，你的脚掌袂知啊，哈，上细记的记，然后必顺的。我那平埔族的特征，啊，过来轮廓像我安尼，哈，啊，肤色乌，无乌人遐乌，啊，白也无白人遐白，啊，差不多红差，差不多十一分色，那小可超迄搭色的，即色的，好，迄我那是平埔族。哎、欸，你那平埔族为了正手的倒手，你往下看麦，啊，大部分拢有啊，哎、欸。无啦，平埔族的特征吼，啊，过来，你是咪平埔族的？看讲恁哪咧做喜事，吼、哦，结婚、娶新妇、嫁祖囝，无故坐大位，表示你就是呐平埔族的后裔，吼、哦，捌听无故坐大位无？吼、哦，过来呐，比方妈妈过往，拢来叫阿姑先来看过。阿姑认为无问题，开始入关，定定啊，哈，哎，看有往海事无安尼先 ，OK。
过来，咱来看讲，是安怎？咱台湾人会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吼、哦，这就是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一天，在美国的强烈主导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伫台北这个中华民国来签这个台北合约，吼、哦。那么台北合约第十条写啥？咱来看伊个内容，讲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伫台湾甲平壤所已经实行或将来可能实行的法律规章，以具有中国国籍及一切台湾甲平壤的居民，甲正属台湾平壤的居民甲伊的后代。啊，你感觉介奇怪？啊，遮就讲台湾平壤，遮讲台湾平壤，搁一个签署台湾之朋，你会记得红字的，这个就是咧讲咱本土台湾人。那么头前这个视为，就是讲你唔是，但是我暂时甲你当作你是中华民国国民。你去曼谷做台北市长，哥说伫这个敢那新店溪河畔起一挂违章建筑伫咧大，那么被甲拆，啊哥说当然抗争啊，我曼谷去现场甲因讲。我把你们当人看，有无？还要把你们再教育，对吧？是咪讲这句话？伊就是讲你，伊心内当作讲恁都唔是人，我甲你当作人，甲你看，我要搁甲你教育，要搁甲你汉化，甲你教化，你真正糟蹋人哈！中国人拢自以为是，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伊认为讲伊是高人一等，所以我拢甲一人讲伊是高级外省人，有无？安尼你家记啊，好，所以咱唔是中华民国国民，是暂时被视为呢，吼、哦，咱唔是。这个前属台湾籍朋友居民及后裔，这就是咧讲咱，好、哦，咱本土台湾人，好。那么是安那台湾人无国籍，来，1952年年初，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进程，日本的法院就取消台湾人日本国的国籍。咱本来是咱阿公阿嬷日本人嘛，生落来爸爸妈妈嘛日本人，包括照讲生到阮这代，我这代嘛是爱日本人。那阮爸爸妈妈日本人生了我变中国人，那伊较早咧讲，以前有咧讲日本拢讲日本教无，啊，中国人来了换讲地来嘛，教起地来，有无？到起码对这块土地介中，甲台湾顾甲足好势，吼、哦。那么中国人来了吼，干那要食要吞安尼吼，啊无要做代志，干那要收红包，啊所以造成台湾跟日本煞愈拖愈。本来咱台湾已经跟日本平水准啊，结果许中国人来了，咱的水准就降低了，吼、哦。那要照以前日本到40年前，人因都新干线啊，都高铁啊。咱到6-7年前，吼、哦，才开始有高铁，哈、哦，所以咱输日本那边了，输30几吨呀，哈、哦。好，那么头拄啊，咱台湾人依照这个台北合约第十条，暂时取得中华民国国籍，但是中华民国国籍伫1972年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公啊建交。所以，台北合约失效，失效了，咱就中华民国国籍也无。所以，直接放弃中国国籍，直接放弃中华民国国籍。所以，2009年，哈、哦，联邦法院判咱台湾人无国籍，哈、哦。那么，到底台湾人潜在国籍伫倒位？咱是大日本国的国籍嘛？啊，要安怎恢复？就根据琉球返还模式，咱会这样恢复。那么琉球是1969年建了20几年啊，哈、哦，差不多24年后，迄阵日本政府已经较有钱啊，因为因的经济拢恢复啊，哈、哦，建了重建，哈、哦，工厂拢开好，生产作者电子零件、电子产品、收音机、录音机、卡面啦。电视、冰箱、外销全世界，
有趁钱啊。所以日本政府去跟美国政府协商讲，我爱赔你偌济钱，赔你偌济战争债。谁老讲战争债？日本跟美国修建，哈、哦，那么美国做大的损失，哈、哦，飞行机拍灾落来，舰舰迄个神龙特工队哼沉落。那么美国大兵死啊济，尤其是琉球，干那琉球遐遐细地，就四万几、一万五千几名的美军，这下的损失叫做战争债，这你爱赔啊。所以当时协商琉球返还的协定的时候，美国家开工，你爱赔我3亿2千万美金，哦，迄是40几年前。所以日本政府把这条钱交了，因就签订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美国政府把琉球，包括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拢献予日本政府。哦、所以钓鱼台是日本的。啊，那么有人会讲，嗯，钓鱼台是咱台湾的，啊、哦，不唔对。日本时代钓鱼台属台北州宜兰厅管的，诶，头城，哈、哦。那么钓鱼台那是台湾的。啊、你会记迄个时阵，台湾是日本天皇的，所以钓鱼台当然是台湾的啊。OK， 好，咱啊根据琉球返还模式啊，等于日本，当然主人恢复日本国籍。啊，咱啊用台湾返还模式，就是你把台湾的战争债，我咱当时为台南啊、高屏地区的。飞机场，咱的零式战斗机飞去马尼拉，菲律宾马尼拉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把伊飞机拢炸坏。迄阵麦克阿瑟底下做总司令，麦克阿瑟一世人上无民主、上闹鬼的，就是伊菲律宾三个月，就迄个日本甲占领，吼、哦，所以含菲律宾总统作为撤退去到澳洲，这伊一世人的军旅的生涯。上大的挫败，哦，啊，所以咱台湾嘛是爱付战争债啊，咱这个战争债还袂行，所以咱继续要了美国军事占领中，好，哦，好，好，啊，这时间无够，就卖讲啊，哈，好来，咱来看咱的台湾系统，有一句话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这句话听起来。啊，无唔对嘛哈！但是你注意个想，那么台湾阿公拢走去对？迄当时有登山公司，因为伫大清迄边，若要走路来台湾，因为迄阵来离开因的故乡咧，那毋是作奸犯科，人要甲逮捕，啊不就欠袂啊钱，无力人要甲约个呀？无人讲，若带了好些好些，啊要。要离开家己故乡的，哈、哦，所以迄阵啊，走来台湾的拢是查甫，啊，迄腐败的点，啊，嘛歹趁食，所以，白卡袂走了，我都走了，哎呀，啊嘛身体较烂，嘛袂堪去离开离乡背井，来到家拢水土不服了，哈、哦。那么其实。你注意看当时哈，这登山公啦，啊，国民党来了哦，甲咱骗讲，较早来台湾的拢是中国的官徽蒙族。你若官徽伫中国遐带了好势好势，伊太要走路来台湾，会走来遮拢嘛是即款的，吼、哦，即罗罗汉卡，走路来台湾无扎无钱无厝。你是要有工作工，无工作乞食嘛？啊，暗时啊要对困，拢困伫庙宇，啊庙宇壁拢迄阵拢画迄18罗汉，有无？困伫壁卡，所以用叫做罗汉卡就是安尼来。罗汉卡就是代表单身，无娶某的，啊做乞食。好，那么其实登山公要过来台湾，十个来，六个爱死。三个留来，一个搁看唔上势，搁选等。十个来台湾，六个就死伫台湾海峡，什么原因？
伊在嘿乌水沟足穿楼，风浪足大，啊，以前个船啊细只，有时啊一个大浪吸落，几只船死了了，啊，所以哪有法都登陆起来，平均差不多四个，啊，四个内底三个留落来，一个佫转动。所以阵啊，因迄阵要来，有时啊，若做伙招几啊只船，做伙细只船啊，做伙过来，来到台湾海峡这个海岸，上岸了，第一件代志从啥？因为海宁，迄要过来安尼，唔是讲几工啊，迄种几十工的哦。迄阵的船啊，拢爱靠帆船，啊，若风向唔对，你爱靠人过，迄个足久的。有诶，伫船顶行船就袂食土漏屎，佮再水也无卫生，脱水就死啊！所以上岸了，第一件代志就爱带只尸体，吼、哦。虽然个船个人就爱带只个尸体伫个沙滩边乌空带下死人。啊，若带好就问迄边，啊，你台湾袂？啊，无问迄边，啊，你台湾袂？听讲台湾个名就是安尼好来。埋冤之地啊、哦，埋冤台湾，好、哦，过来，这三个留落来，敢会活落来？咱来以1874年牡丹社事件来做咧。迄当时就是日本的渔船啊，吼，琉球唔是琉球，迄、那个宫古岛啦，哈、哦，宫古岛的渔民，那么因为船难，还有50几个为台东的。这个外海东边海，吼、哦，伫这满洲的东边，行出咧满洲，遐登陆起来，结果有南台湾族，吼、哦，甲台有50几个要台死，啊有十二个，迄个平埔族甲护送去凤山府城，甲转送登去日本，所以日本政府发文向大清抗议，想到讲恁台湾的人台死阮日本人的渔民。大清调查了，甲回文讲：哦，迄邦山以南，迄是化外之地，迄毋是我咧管的。哦，啊，日本政府就过来发文讲：好，啊，那毋是你要管的，我要出兵，要甲讨伐，要甲架制。大清过来回文讲：罚与不罚，由贵国制裁之。你要甲处罚无，你家己去决定。哦，迄跟阮无关的。所以日本迄阵拄啊去澳洲，去甲德国学一寡。陆军的作战的迄个技术，哈啊，向澳洲学安怎做武器，我最得派3000名，为这个恒春的车城海边啊，有一个叫下寮迄个所在登陆起来，就跟咱南台湾族就战啊。结果日时啊，日本军拢战赢，暗时啊，就日本军战输啊，因为。南台湾族虽然武器较歹，因敢若有迄个单发的猎枪、甲弓箭、甲长矛，但是因有反刀，暗时啊行路无声，所以暗时啊突袭战，日本军拢吃亏。哦，所以因若只是啊箭耍，就趁阿袂暗，赶紧来撤退回来因的营区哈。那么结果底下车拉锯战，日本军真正有箭矢的，差不多50-60个。但是破病死的500-600个，3000个来死500-600个，我迄足惨重个啊！哦，5分之1呢，6个都还有一个死的，啊，结果拢毋是真死的，拢破病死的。来，水土袂啊，吼、哦，食水若无卫生就漏屎，会脱水。啊，台湾的蠓虫张力之气佫重，干那蠓啊定着登革热的，就出来死啊！啊！好人沾到食的物件，食了漏屎，啊脱水，可能啦，马拉利亚什么病拢出来，所以日本算惨胜，总共拍赢完了惨胜。日本有军医啊，正规部队来，佮有军医来，就死伤遮大。你讲留落来这三个登山的，敢活的吧？真困难，我认为上加活一个。所以不怪。日本1895年根据下关条约来接管台湾，人口普查了，迄阵台湾人差不多30000个。迄阵留伫台湾的外国人，包括大清的人，包括后尾遐人，加起来外国人无
到九千几个啦，甲算做一万啦，甲算做拢大清的中国人啊，300:1。哦，你就会当讲，等于讲汉人来伫台湾足少的，吼、哦，唔好用骗你，哦，咱大部分会拢是老南岛语系的本土台湾人，吼、哦，好，这生活过，来接着来讲，譬如像我的姓，我是素姓。那么你若会晓完整甲台湾人漫画，吼、哦，包括迄阵台政派广东，也是派福州遐人来管台湾人，尤其闽南的，所以台政的官来台湾拢是闽南较济，啊，因拢用闽南语做官方语言，闽南语的做官方语言，就是为地仙公开始，地仙公起兵，伊伫闽南地区招兵买马，伫漳州、泉州、厦门、金门招兵买马，了四师伫金门的廖罗湾四师来拍安平，啊，荷兰人赶走。伊的军师叫做陈永华，伊就是用伊即马占领安平了，有起一个全台所学孔庙，伫台南迄个孔庙，用闽南语咧教四书五经。用闽南语做东西，明政时期的官方的语言，所以你若会用学闽南话，你会当做翻译官哦，甲你树立做官。啊，你若学汉人穿汉服，哦，甲你树姓个树族谱，像我的姓，我姓潘，来请个官员来视察，啊，洪山府城的地方官带去。视察阮的部落，啊，阮的祖先拢爱住伫溪边、河边、水边，买洗物件、洗身躯、洗菜、洗衫裤，唔较方便。啊，大清的官讲，哎，拢洗啥？讲无咧，无洗咧。啊，阵输完，判你看我判三点水，啊，住伫水边的番有无？三点水，哎、啊，右边是一个番嘛，哦，住伫水边的番就是阮的姓来。啊，这个生意袂歹，这台中这个官员算有学问啊。因为你注意看迄个番下骹有蚕有无？你若甲布条啊，种子落去就发蜜起来，哦，顶完发蜜，顶完一片，咱是漂泊的台湾人，对不？吼、哦，安尼说这个生意袂歹啦，吼、哦。好，唔那数完生了，连族谱嘛数好哩。所以你讲阿扁啊啦，啊是社长定要去中国，人要找什么伊的祖先的所在，拢找无来，迄种假。因为我有提阮阿祖因迄阵做的族谱，我提下看。头前就写阮潘氏是为福建省来，阿无讲干那写福建省，后壁阿无讲对一个官，对一个城市，对一个庄头拢无，这就足明显，拢无。拢无，都连迄个对一个官都无。哎，啊，伊就是讲，迄唔是，迄是素性，迄就是要甲你汉化，要甲你闽化，要甲你同化。拢讲啊，咱共国个，都像中国人1945年来接管台湾的时，咱台湾人迄阵拄啊战败，咱日本战败啊，咱台湾人往那做米酒啊，反正讲啊，咱战败国啊，战胜国要来甲咱管啊，来唔来甲咱抬，甲咱安怎袂？哇，结果因来哦。讲到做呢，各位台湾同胞们，你们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哇，咱必须的哦，回归祖国怀抱。吼、哦，本来是啾啾的呢，今麦来哦，咱话变中国人啊，我话那战胜国，无人要徛伫咧战败的日本国一边啊。台湾人短视近利的，安尼用骗过来做中国人，你看有悲哀无？所以台湾人好骗，歹假。台湾人爱钱、爱民主，搁愿做官吼，啊，搁惊死，惊死爱钱、愿做官。这日本人拄仔来接管台湾，就甲咱讲，甲等于甲因天皇报告讲，这台湾人做好官了。好，过来，咱来看，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保存了本土台湾人。有85%以上原住民的血统，哈、啊，
啊，我这个一般人用原住民，啊，我该用原住民啊。咱是原来这块土地主人啊，哦，咱不是跟他住在这，咱是这块土地主人。好来，咱来检讨看，建白国荷兰人，迄个郑氏王朝郑成功应该拍败，甲赶走。好、哦，所以荷兰人规个撤退，无留偌济人，荷兰的血统落来。那么典型讲，施琅叛变有啊，引清兵来拍，甲郑成功消因的部族甲这个消灭掉。所以郑氏王朝，台西的台西啊，台北市的隆中阁掠了迁徙等于大清帝国，伊无好你老大家，另外要阁讲要阁结合平埔族，要阁反清复明，伊无好你老家的后遗症。所以拢甲这人拢阁掠了遣送等于大清，所以无留这正式汉民族落来。好，那么大清尾啊，又日本只要有战争打败了，大清帝国哈，又、哦、大日本帝国打败，大清帝国留下这的军功搞这人哈，嘛、哦、是大日本帝国只有签这个。下关条约是有加限两年，予你两年的思考期。你予日本人管这两年，中间你若认为你袂合，你会使变卖家产，你离开台湾甲朋友，等于恁大清，还是刷去其他国家。那两年满，你无刷到，我就甲你当作日本的国民来甲你款待吼，来给管理。OK。那时阵大清来了，我头先讲，普查落，剩无到一万人嘛。遐是许人台湾人甲请来，大家继续做一挂技术工，哦，比如免那做地，遐技术工。好，那么大日本帝国许个美国甲打败，啊、哦，迄当时日本政府派到要40万人的军功高，包括伊个眷属伫台湾，咧管台湾。遐人拢要蒋介石用船啊，拢个当等于日本四大岛、哦、包括琉球。所以你看，有来统治过台湾的，即建白国、荷兰啊，或郑氏王朝、大清帝国、大日本帝国，遮个人拢遣送回去，好不好？所以咱的85%的原住民的血统要搁改纯，哈、哦、，OK， 算套了无改济，好 ，OK。好，过来，咱来看讲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填本，即马哪会拢用甲做安尼乌乌，哦，就安尼做乌，这就留来都有密码，有一挂资讯。中国人来了，这个户口填本拢是日本人做的，这内底有讲到咱的身世，乌乌的内底就是本来有甲你写广。譬如讲桃竹苗这地区，遮大部分拢讲广东的客语。嘿，啊，你莫记住讲你讲广东话，你就是广东的移民来遮，唔是？你是道家师祖，忘记你的母语，你干那村里要讲客家语，因为语言差不多三代人甲你变了了。好、哦，中华民国来台湾来遮70冬啊，你甲看。现在的小朋友哪会要讲客语的很少的真的电视这部卡通片都是北京语的去幼稚园也好去国校都也说北京语电视现在在做的这部全都也北京语啊所以少年一代的孩子、哦、那差不多15岁以后要讲客语的很少、哦、要讲的很少好那么有的做黑的其实里面写符、啊、比如说像我现在在说这个叫做闽南语嘛我就是我的马卡道族语言已经7团去了我自小我就听我爸爸妈妈原来都说闽南语、啊、我爸爸妈妈就有闽南语给同化去了所以我自然我学的就是闽南语好那么我已经忘记自己的马卡道族的族语，我跟他村里要讲闽南话。那么
日本人的户口这个做户口来调查，伊就搞写福，无代表我是福建移民来台湾的哦，我是本土土生土长的平埔族马卡道族的后裔，但是因为我讲闽南语，所以搞写福，无代表我是福建移民来。过来，你若敢若纯会晓讲你的原住民的语言，讲你山中央山脉这高山的同胞哈，拢袂晓讲客家话，也袂晓讲闽南语，伊就甲你写生番啊。啊，像我，那我也要讲闽南语的，哎，但伊知影讲我是平埔族的，伊甲我写熟番，所以咱台湾平平方叫番，各有分青甲色的，哦，生番甲熟番。熟番人啊，因为我还要讲闽南语，大清的官员来要讲闽南语，较好沟通，就敢那较色，较好沟通。但是清朝的官员，山顶迄无法度沟通，因讲闽南语，山顶讲那台湾都讲台湾语。阿美族讲阿美族语，无法度沟通，所以讲啊，我讲你拢你是拢听无听无，你是青番了，是毋是拢会骂呢？对吧？还是真自然啊，所以要分青番甲石番啊。好，那么那迄个驻记熟啊，这南势武驻内政部管太多，迄阵就是台南因个区议会有通过，西拉雅族是。我那平埔族的一支，但内政部无承认，所以内政部的理由是讲，所湾并非法定原住民族，而且内政部台南市政府是内政部管太多哈。好，那么所湾一直平埔族，啊，一阵伫台南只要高雄市甲屏东县嘛响应此一做啊，就是讲要要求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嘛是要求变作原住民族之一，哈 ，OK， 好。过来，咱来检讨中华民国军政府来到台湾，用对辣椒，就把咱台湾人取甲服服帖帖，无得过反反抗。好来，第一个，用二二八事件屠杀咱台湾的精英，甲要三万人，好、哦，二八事件这是有计划的屠杀咯。二八事件是1947年，民国36年，哈，已经中国人来台湾，哈，已经来好两年啊，哈。那么蒋建国就是情报头子，伊首先就派伊的情报人员，伫台湾各乡镇区咧搜查各地方的偷人的名单，哈，大生意人、大地主，还是教授。医生这方面呢，地方的头人造册，所以这个利用这二八事件发生了，就开始把这些人依照名单，掠去台钓去，足无彩，这些人的水准拢像李远哲、柯文哲这级的，读个拢足好个，拢会当伫地方领导地方的人，吼、哦，这种领袖，你要抗暴。这精英材料，你都无领袖啊，哦，无带头的人。过来，你若要抗暴，包括讲你要带队要抗争，你嘛爱有钱啊。结果，伊个有钱人拢个武无呀，搞垮台湾的金融、甲经济民生。吼、哦，甲你40000换一箍，看你偌好个。进你脑40000，讲好个人，伊若向我甲你讲，啊，来马仔开始40000换一箍。你的40000都要存10000，要存1000块。咱即马1000块一工就开掉去啊。有些你若坐高铁，高雄要坐来到汤，还无够钱呢，吼、哦。好，啊，咱来看这40000偌一块，这是奉令以40000比一元折成新台币，这是行政命令，吼、哦。啊，你嘛会使讲，为遮来看到讲。40000换一块，那中华民国来台湾，伊要换新的钱，
那也要搁用台币，还用新台币，那也无发行伊个中华币，因为全世界所有国家拢有家己个国币，美国有美金，英国有英镑，法国有法郎，哦，德国有马克，日本有日元，啊，你中华民国你来台湾要换新币，你才无发行你个中华币。原来就是伊无台湾的主权，伊袂使带台湾发伊的国币啊，所以还佫用旧的较早日本时代留落来用的台币，啊，就是用伊嘛伊发新的叫做新台币。所以为遮会当看到讲，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包括你即马马英九伊拢甲咱骗讲，依据开罗宣言，台湾回归祖国怀抱，迄拢用嘴讲的，开罗迄是一个新闻公报。而且无人签字，罗斯福总统无签字，丘吉尔首相也无签字，吼、哦，啊，所以迄款呢无遵守，吼、哦，讲来是无遵守，吼、哦。而且上重要，你若国家的土地咧割让，一定要有国际条约。中华民国，你敢有法度摕这个条出来？无啊，隔近七十年，伊无再来摕这个，当时割让台湾甲澎湖，互你中华民国有这个条约无？无。拢提袂出来，吼、哦。好，第三招，把大地主变作小地主。中国人来台湾，敢有占中国土地来？无呢。所以，这台湾的土地唔是伊的，所以伊就利用要把大地主，大地主嘛，地方的头人啊，地方发水的跟党，伊就调工，反正土地唔是咱的，拿来甲挂话好，分落电农，创什么？三七五五减租啦，耕者有其田，就是安尼。反正唔是土地，啊？我即将来咱即种的事，较过来好啊处理，嘿。有，我都处理，嘿。该赔爱赔，吼、哦。东山赔无够啊，遐中国。啊，咱迄个较早日本时代，日本人要转去的时，排足的地政资料、甲户政资料，拢过伫日本。那有的搁登来查了有无？好，好。那么地主、大地主许耕者有其田，山区有建筑了，忽一个拢变小地主，嘛无那里啊。所以无偷人，无有钱的人，无地方的条啊卡，要组织反抗军的困难啊。好，过来，白色恐怖，二十八事件遐精英。哦，次要精英台北市的用白色恐怖给你恐吓，你若黑白讲话，讲生来着我国民党的声誉的，就来关来一台，所以造成尾仔台湾人的许多人交代事实拢，囡仔人有耳无嘴，饭加食寡，话减讲寡，有无？互咱台湾人拢嘴拢塌开，所以先啊，包括咱即卖学生啊，学生是啊。台湾的学生伫中国人的教育之下，拢袂问问题，拢做乖乖牌的学生。你若稍微问问题，讲这个是问题学生，吼、哦，这跟美国教育无共，包括跟以色列，人以色列因的许多人，囡仔伊读一转来，第一问讲，啊，你囡仔有问老师啥物问题无？因就是要从问中学，你也要提问题。来跟老师做伙来研究，讲这个问题要怎解答，这才是正经的学问。但是中国人，伊就是要甲你用愚民教育，用标准答案，你拢听我的，我讲的拢对的，你拢来听我的。你若考试，那爱写四字的成语，你甲写三字唔对，写五字嘛唔对，都一定爱四字填充的，迄就是答案。所以到尾啊，台湾人拢咧等标准答案，拢咧等上面的命令，有一个命令加一个动作，拢足被动的。哦，啊，通底价上爱安尼，你乖乖的啊，听我的命令，照我讲的做安得上好。所以台湾人戆戆啊做，伊个做啊讲啊足好听，叫咱台湾拼经济，拼经济。啊，咱台湾人戆戆拼，啊拼拼赚的钱，国民党收起的税金拢为因的党库，党库个。通他的内裤，拢因外国摕了了，所以台湾真正是报倒啊！迄个国民党来台湾歪七十档啊，歪也袂倒。你看台湾好无？迄若讲
照日本时代安尼继续给日本人管，咱真正咱足好过吼。好，过来用敌性反转、身份错乱的愚民教育。敌性反转就是差不多要讲啊，咱本来是建白国做秘书的，伊甲咱讲啊，咱拢回归祖国怀抱，咱跳过来，咱本来跟中国人咧修建的啊，吼、哦，因为中日八年抗战，咱他们是敌对国啊。但是建了，咱又骗过来做战争国，哦，又是敌性反转，身份错乱也吧。咱是大日本国的日本人啊，咱来去做中国人，做中战争国，所以这就是愚民教育嘛，我哩乱你。过来，假民主选举嘛，在美国的要求之下，讲你爱和台湾人民主选举。蒋经国、民进党上甲成立斗成立的，蒋经国甲斗成立的呢。迄阵民进党要成立的时，要租饭店，无一间饭店敢租。民进党人去找国民党的，这个迄阵的叫做国大代表，的副议长叫陈金德。陈吉德替伊做燕山饭店，燕山饭店是啥物所在？国民党的招窟啦！啊，你拄啊开会，人个闭路电视、录影机、录音机拢甲你录好，蒋经国带伊个总统府内底拢知影恁咧开啥物会。民进党伊有掌，国民党掌控了的嘛，因为民进党。遐一挂大粒的，蒋经国拢有一个舌头，你爱伫我中华民国体制来活动，这就是共产党的做法嘛。共产党画一个苦瓜，叫你礼拜这个苦瓜算，在我掌控之中啊、哦。所以这六招不落到底，啊，你嘛，你即马甲回想，国民党即马共产党化。这个民进党国民党化，台联呢，佮来保民进党这个位，哦，即卖民进党有够像以前的国民党，哦，好，佮来咱来看，这个外来聘请的这个作物，巴拉，哦，叫做番石榴，来，啊，你看，这个叫托马豆，按叫做番茄，啊，这种。荷兰人迄阵，台青的人讲，迄个叫红毛番，啊，外国人引进入来水果，拢爱甲加一个番，叫做番石榴，啊，那叫做番茄，啊，这叫番仔姜，啊，那台湾姜是种伫土卡内底，啊，这生伫半空中，这番仔炸来，这番仔姜，哇，啊，这荷兰人引入来叫番薯。番薯，啊，这嘛荷兰人印的吧？番麦，好吧？啊，这荷兰人印的吧？会，番仔会。啊，荷兰人咧用的土叫做红毛土，水泥有吧？咱咧较早我都唔知道，讲红毛土、红毛土、啊、红毛土，唔知讲原来这荷兰人咧用的土啦。啊，荷兰人叫做你荷兰人的头毛红红嘛。叫做红毛番有无？红毛城有无？淡水甲高雄基顶遐拢起厝叫做红毛城，就咧讲外国人吼、哦，荷兰人。啊，荷兰人引进入来的土叫做红毛土。啊，结果咱家己人，咱家己搞不清楚家己的身份地位哦。吼、哦，换中国人来了，咱就拢讲中国人叫乌啊。老欧啊，阿公那是韩籍啊，有无？佮看不音，那闽南语呢？看不音吼，就是轻视味道。你那车，车是较大只，啊那车较细只，较大车有无？有无？拖拉机较大只嘛，无人咧讲拖拉机啊，吼对，侬话讲拖拉机，哦，就怎样较大只？啊、所以
咱家己搞不清楚，家己就这蚵仔是咱本土出产的，吼、哦。啊，那因中国起来的老兵，遐兵啊走落来，因爱叫做汉字唔卡对，因就翻嘛，因为外国入来嘛，为别个国家我走入来台湾，因爱叫做汉字，啊，咱爱叫蚵唔卡对，咱叫做老蚵啊。阮就几啊千年前，阮祖先就住伫遮。啊！恁遐1979年才走落来，恁是汉籍啊？结果咱家己在讲咱是汉籍啊，所以咱台湾人真啊，蚵仔汉籍搞不清楚啊。哦，好，过来咱来看国家民族哦错乱的认同，错甲中华民国动之五国，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有无？捌听过这句话无？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这就是又洗脑呀！啊、哦，我是台湾人啊，中国人。我有时啊，人较好朋友有时啊，伊那里讲啊，咱拢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拢讲嘿啦，你是人嘛是狗啊！我有时啊，拢要多少见等啊。反正嘛是拢有耳有白嘴有白酒拢有口臭拢有。好，咱来以单论年2008年啊、哦，来台湾你去该做咧。一阵马英九咧做总统啊，就任啊。马英九下令为桃园机场一直到台北市，沿路袂使有中华民国国旗出现，因为伊个头家要来啊，伊个头家官员要来，所以沿路派警察咧收中华民国的车辆旗。啊，戆台湾人，日军咧吼，讲咧捍卫中华民国。马英九因中国人已经放弃中华民国啊，无被捍卫啊。我说我日军的台湾人，尤其民进党的人，听中华民国旗啊，伫沿路高速公路中山高，要叫陈玲玲看。中华民国派警察去啊咧搜查，收来啊都当个弹分子啦。咱无爱对因中国人吼，遐警察收中华民国旗啊，那对咧。但本族人不是，吼、哦，都在捍卫中华民国。颠倒伫台北市五星旗，伫遐咧赢杯时，马英九政府的中华民国建设，你甲保护。好、哦，好。过来，咱2012年伦敦奥运会做咧，伦敦起来本来我有挂车轮旗，阿强阿抗议，你奈无用奥运模式挂五环旗？那会挂中华民国国旗？伦敦奥运会自知理亏，赶紧把旗也收了。咱台湾人搁底下咧计较，搁咧捍卫中华民国。包括电音三太子嘛，走去底下伦敦咧发中华民国车轮旗，讲了就是爱台湾。这台湾人少年囡仔用洗脑语哦。所以阮2008年一直讲，到去年哇。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台湾，这届就无看到车轮机啊，哦，有进步啊，哦，好。那么国家民族错误认同的始作俑者是谁？我们来看，第一就是民进党的1999年五月七号，中华民国民进党的台湾前途结文来滴讲的，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啊，夭寿啊，可怜。李登辉讲一句话，讲中华民国在台湾。为这句话，你会当看到中华民国流亡的遗迹。中华民国本来唔是伫台湾，即马招来伫台湾，所以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离开他的国土，流亡到台湾。哦，中华民国在台湾就是安尼，还看得到流亡的遗迹。但是即马民进党安尼冲来到底。你讲无，你若要出卖台湾，你嘛卖一个好介绍，大家来分钱，连买都无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为中华民国，等于台湾是中华民国的意思，好不好？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过来，2011年，十月七日，小英哈，伊是中华民国民进党的主席，伊要选2012年的。中华民国流亡总统，伊讲伊伫
高雄的这个劳工工演讲是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诶，伊的长官李登辉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即嘛，小英讲，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你看有吃辣无？赶快连麦都没有麦，直接用送的。台湾人是在打个会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台湾人這樣，所以台湾到这头壳拢乱一回啊！好、哦，所以你看安尼有食力无？无采阿扁啊也好，啊就小英，伊拢有法律的啊！啊，这这严重的问题，因敢看无吗？这把咱台湾人的头壳拢弄创乱去啊！啊，伊嘛是对啊，伊嘛是食国民党诶，来领啊最大的啊，所以完了中毒，唔知影。好、哦，那么咱请问讲。台湾如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哦、那么台湾的独立纪念日对几天？美国独立纪念日就是国庆，七月七日嘛。他从英国独立出来嘛，你本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啊、哦。好，啊，即嘛，这讲未出来嘛。过来，那请问，那么台湾爱为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有的人讲为中华民国独立出来。中华民国伫台湾抓头抓尾无名，我讲中华民国爱不台湾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来，同款。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抓头抓尾无名，这两个国家伫旧金山和平条约伫1951年九月七日咧签署的时，因拢无出面签署啊，无代表出来签署啊。哦，所以因抓头抓尾无名，啊，即嘛有人讲啊为美国。独立出来，美国是干那占领台湾呀？美国无台湾的主权，这块土地就是日本天皇、日本的啦。哦，好，所以啊，咱来搞清楚。哦，若有人咧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中华民国。你会当用这两个问题干问？独立纪念日对一讲，要为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一个囡仔伫妈妈的腹肚内时，吼、哦，迄念做伙，伊若生出来，迄、那个肚脐加长，吼、哦，脐带加长，就独立出去啊。一定有一个母体，吼、哦，你若要独立，爱有一个母体，你这母国里底啊，你也讲清楚啊。好，咱来拆穿中国人的文字把戏，吼、哦，中国人做个生文字游戏，哈、哦。那你国共内战，哦。因为文宣哈，因为中央党报哈，国民党的中央党报，国共内战建书哦，建书也不知道报告跟他建呀，哦，伊撤退伊不爱讲撤退，伊讲转个方向前进，哦，撤退就是华龙江撤，伊讲转进啊，好不？伊讲转进台湾路，结果伊个报讲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哦。你真正走敢那飞呢？后壁佫讲一句：“共军追赶不及。”啊，听起来敢那作呕吼！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好、哦，看向安尼看，改成拍赢，其实是拍输啊！啊，若用闽南语咧讲，是拍输走赢。伊怕输嘛，所以要转个方向撤退啊，前一共前进呢。好、哦，所以中国人做个生这款文字游戏哈。过、哦、来，那中华民国跟台湾这两个名号，伫媒体上，因中国人安怎运用？好康的拢报中华民国，啊，那歹康的就报台湾。比如讲，中华民国以。不及那法所建交，哦，建交用中华民国。台湾与甘比亚断交，断交用台湾，这个名。派康的用台湾的名。台湾退出联合国，哇！派康的用台湾的名，对吧？好、哦，所以。你若看报纸哦，有时啊，你甲中华民国用台湾甲套进去。啊，伊都无加入联合国，那当
啊，这你来行的，等下我会去讲着。嘿，蒋介石的代表用踢出来，但是伊就来讲台湾退出联合国，伊唔爱用讲因的中华民国代表用踢出来。哦，好，好，过来，咱来改正我们错误的言辞的之力哈、哦。来，咱定咧讲外省人，这句唔对，要哪改？哎，还是讲中国人，无唔对。因为你若讲伊外省人，啊，咱就本省人，咱就变中国的一省呀，安都唔对呀，吼、哦！这逻辑你要搞清楚。你莫定咧讲啊，食外省啊面啦，吼、哦，食啥物外省啊料理啊？爱、哦、讲中国人，过来，你讲专省。电台你来听听着讲，专省有房拢有得卖，专省有服务处咧，甲你服务，哇，服务站咧，甲你服务。啊，专省唔对，唔对，要改啥？有诶，讲全国，全国唔对，因为台湾毋是国家，未使讲全国。哦，正确的答案叫做全台湾，全台湾拢有得卖，全台湾拢有得甲你服务哈、哦。好，大陆唔对，要安怎讲？你若甲你诶外国朋友讲，我后礼拜要去大陆佚佗一礼拜。你迄、那个，那你个美国朋友一定头壳真了。嗯，当你是要去倒位啊？因为全世界有六个大陆，来我算互你听：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欧洲大陆、澳洲大陆，搁一个亚洲大陆，拄啊六个。啊，你唔知要去对一个大陆佚佗？你若直接甲讲，我要去中国玩一个礼拜，足清楚的嘛。所以讲大陆唔对，因为你若讲大陆，啊，咱变小岛，是无？台湾岛变小岛，啊，就又闭了呀。伊大啊，咱小。OK， 好，省岛，省岛唔对，要安怎改？正港的名要安怎讲？有人知无？大清有够笨手，你知无？大清管咱212栋哦，无在条位家人开一条路开到屏东。日本人来接管台湾，11栋，就为家人开一条路，开到屏东，所以条叫做啥？台湾第一条路嘛，第一线，哎呀，你往上来啊，纵贯南北的台一线，啊，你切到纵贯线哦。现在讲七条纵贯线，意思就是讲我南北二路讲话出来拢会准，拢有效果，大家拢会听，所以我七条纵贯线表示讲伊足准的就对了哈。好，偷渡客唔对，哎，安怎讲较对？那偷渡客这个逻辑哪一定用了哈，哪通？安尼，我记着咧，啊，比如讲。咱等于到咱兜，啊，发现有小偷伫咱兜偷个物件，袂赴走。啊，你爱甲拍招呼，小偷客你好，因为你开始客人哈。啊，冰箱有两个，你有开开食无？这些逻辑袂通嘛？偷渡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偷渡叫做偷渡犯嘛。但是是安那中华民国个报纸媒体拢报偷渡客哦，今仔日屏东。帮了，佫掠着几个偷渡客，奇怪。偷渡你要去人个国家，若无签证，你是袂使入去个。啊，你若非法入去，迄就是偷渡犯嘛，掠着就是爱关嘛，爱判刑个嘛。哦，啊，现在因个安尼讲偷渡客，就是你过海防个也好啊，警察局个局长啦吼，遐、哦、主管拢是中国人嘛。咱台湾人上好就做到副主管尔啦，所以你也着那咧写报告，要互记者采访，拢我讲啊，这着阮中国遐个兄弟、遐亲戚朋友走来相找，吼、哦，佚佗个嘛，来找阮佚佗个啊，迄我的人客啊，啊，但是因为无证件，所以是偷渡客，就安尼来啊，因官官相护嘛，全世界无人讲掠着偷渡个人，讲着做偷渡客个，拄啊中国人。在台湾会发生这款代志。好，还有人咧讲，啊你，即马民国几年？啊你
民国几年生？哦，咱唔好阁用民国啊，因为中华民国伫1949年就灭亡去啊，哦，已经无这个国家，咱要阁咧用这個小鬼啊，甲地理头壳顶。即马大家拢嘛用西元，西元2015年，大家拢嘛咧用这个哈、哦。那么你若要甲你的出生的年份，要甲换算做西元，你甲加十一得啊。你若民国50年生，你甲加十一，你就是61年出的。1961年出世的哈，1961年，你个加仔就是啊，哦，真好算。过来，台湾总统陈水扁，这句唔对，安怎解？因为台湾唔是国家，无可能选一个台湾总统出来，所以因叫做有人讲哦，安尼中华民国总统，爱佫加两字流氓啊。哦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陈水扁，其实这句嘛也唔对。爱讲台湾地理当局局长啦，伫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吼、哦，有成立一个台湾管理法，内底讲即马咧管台湾，这个叫做台湾地理当局，即马选到的这个叫做局长，马英九局长，吼、哦，你知无？好，台湾退出联合国。就敢若讲，你我从马来唔捌入去这个房间，啊！你讲你为我为只看我为内底行出来退出来，要叫做看到鬼，我都拢唔捌入去讲你会看到我为啊行出来。台湾都唔是国家，无可能加入联合国，吼、哦！这是蒋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啦，哦，这是。联合国2758结议文内底所讲的，中华民国嘛，阿伫内底 ，China 迄个 China 阿伫内底。好，1979年，美国跟台湾断交，台湾唔是国家，无可能去跟美国建交。但是伊都派空拢用台湾的名，哦，其实是中华民国去跟美国断交，啊，咱拢安尼用骗的。所以恁今仔来遮上课，主要就是要甲真相讲互恁听，要甲恁过去迄个国民党放毒的，甲你解毒。哦，所以恁今仔来遮算幸运。哦，好，来中医，中医唔知要解啥？到进日本吼，要阁用汉医这个名嘛？是1949年以后，蒋介石因来了。要甲咱去日本化，日本的物件拢不爱用，伊都爱用甲中国的物件，甲咱卡在咱身躯顶，吼、哦，卡在穿中山装，吼、哦，啊，即马连汉医啊，要改改做中医安尼，吼、哦，啊那中华民国用迄个中就变中医，啊那连江有一个，吼、哦，因那个改掉换代换做吴国的吴医。他说无医，那吴国变成无医，中国来的变中医，啊汉朝就用汉医，啊那吴国变无医都无医，无医就要更一种啊。好、哦，过来，雷公拢讲歹人，即句伫台湾唔对，要哪改？你敢捌食中国人来台湾了？中国人布条啊，做禅。挂吊啊，佮拍好打，下白米来，互咱台湾人食。你敢捌食着？有食着举手我看卖。拢嘛，咱台湾人的士大人在做田的吼。啊，你甲想，透风落雨，咱的士大人同款爱巡田水。雷公讲了，拢嘛讲了台湾人，对不对？所以我讲，雷公拢在讲台湾人，中国人讲袂着。如何因伫眷村内底咧创啥？包水饺、拍麻雀啦。雷公甲讲伊讲会对，吼、哦。所以雷公拢嘛讲台湾人。好，好，不要大家我讲者、哦，不要把无知当幸福，哈、哦。啊，有真侪人讲啊，我都无当无牌，假千古，哦。啊，我讲啊，我无插政治啦，假高尚。政治是公共事务，
你无插，我别人咧插，别人咧决定你的命运。所以中国人不爱我咱想插政治，所以以前无选举，吼、哦。上好你拢卖管，拢我中国人来管你，安上好。那么有一个故事吼、哦，就是两个兄弟啊，为少年就做咧台地，啊，到四五十岁时，迄兄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开始吃菜念经拜佛。哈、哦，啊！以前呢，台地都有约束，古早无闹钟，伊讲若看啥物人先起来，都爱叫另外一个起来，做去台地。所以哥哥若醒，就叫弟弟起来台地；啊，弟弟若醒，就叫哥哥来起来台地。结果哥哥立地成佛。也在拜佛，啊！弟弟继续抬地，两个人拢百岁年后了，啊！这哥哥煞下地狱，去到地狱看阎王灰，我拢食菜念经拜佛，我哪会下地狱？阎王甲天主了看看，啊！你都怀着好心做坏事啊！你是不是拢起床起来叫恁弟弟去抬地？讲吓啊！所以莫怪。你爱下地狱啊！啊，迄个弟弟说上天堂，啥物原因？伊拢怀着好心做好事，起来拢透早叫伊哥哥爱去念经拜佛拜佛吼。啊，这一个启示就讲，恁今仔日如果说来遮坐伫遮上课，你爱感谢甲你介绍来即个亲戚朋友。因为一定有好的姻缘，你听得落去，啊边啊拄好无一个怀着好心做坏事的人甲你动，因为边啊有个人会甲你咧讲的是边啊一个，当我摸你摸去哦，迄当民间会是诈骗集团哦，啊你若听落，哇你就无来啊，你就介只真相你无法度像我安尼直接讲互你听，你头壳迄毒就继续去对你走。无清楚，所以今仔你有法度来遮，你也感谢，第怀着好心做好事的，甲你介绍下来，吼、哦，啊个爱感谢讲，哎、欸，迄、那个怀着好心做坏事的，拄啊无伫你身躯边，吼、哦，算你有幸运，吼、哦，好，过来，为中国来拢唔啥物好物件，吼、哦，第寒流，我即马来开始要冬练啊，吼、哦，因为我住屏东，吼、哦，阮遐日头足大，足烧热，所以我来遮。那寒天我拢咧做个感冒，然后都疼咧，所以我足切这个寒流。过来就是沙尘暴，啊，沙尘暴这就是十几年前开始中国那边沙漠化了产生。啊，抗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土法炼钢，把一挂树啊拆了了，遐树啊大丛树啊无法度都拆了，一条头烂去，无法度水土保持，所以土壤沙漠化哦。啊，气候北方气就飞沙尘暴飞过来，过来为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东西。这东西，你感觉你看人咧骂骂人讲，你算什么东西？表示讲东西败嘛，哈、哦。无人咧骂讲你算什么南北？我唔捌听人咧讲你算什么南北，哈、哦。啊，台湾有出产香蕉甲山，哦，足芳足好食。但你若到消去厦门。无钱赚哦，因为同这个纬度，中国厦门啊生产足侪个俗，差不多咱只五分之一计少呢。你若只一斤咧卖五十块，遐一斤五块呢，你无可能甲伊拼计少。啊，你若甲咱的香蕉甲山，甲消费北边的日本的东京，上少三倍计少。你若香蕉一斤五十起到拢百五起条，山后一粒后。因遐日币拢几啊千块啊，所以你若去台北迪化街、甲高雄的三芒中街，因遐咧卖拢叫做南北货、南北货对吧？东西货拢了钱啦，所以东西就不是好东西啦。哦，东西变的拢唔是好物件。哦，好，过来雾霾，雾霾是最近这几年啊。中国就是敢那过趁钱，无管无咧过环保，
所以因的雾霾足严重，而且雾霾以迄、那个，或者细悬浮为例哈 ，PM 二点五，啊，这输嘞比肺泡较少，差你肺泡无救，哦，无药啊，然后医，哦，所以文明病，这个将来足侪人会死伫这个所在，哈、哦，啊，中国无咧过环保，所以因的天空那么雾茫茫，但是共产党有一个好处，伊一个命令下来哈，无人敢无听，无听掠去。关啊吼，所以你看北京的奥运会，规个工厂拢叫人天光，所以天空有蓝色的蓝天出来，叫做奥运蓝。进前开这个 APEC 会议哇，结果嘛叫工厂拢天光，天色阁变蓝，或者 APEC 蓝。顶个月哦，要算这个月，九月初三阅兵，嘛就叫工厂拢停。叫做阅兵蓝，吼、哦，所以你看共产党足烦，下一个命令叫你安怎做，你唔敢无照安尼做，吼、哦。好，郑成功，即个吼，我足切，即个难卖个荷兰人赶走吼，咱继续跟荷兰人安尼互管，咱跟民通婚，特先吼，拢嘛要百倍以上，拢鼻啊剁到目睭阁落落，头毛阁红红。是吧？各拢讲荷兰语，一定荷兰语做国语。那伊遐中国人来遮佚佗，拢爱加讲哦，大张遮大张，啊头毛拢安尼金红色个，伊遐个剁，这敢若根本无共种个，这伊就袂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对不对？哦，啊你当混血类吼，查甫水，嘛查甫缘投，查甫会水啊，吼、哦。所以医生讲咱失败，对不对？南海以来哦，咱有做滴，因为荷兰迄阵，因为荷兰的舰队嘛是全世界咧找上新的物种、上好品种买入来台湾，像头拄我讲遐物种拢，迄、那个荷兰人引入来吼。反正伊若卖来吼，伊若卖给荷兰人赶走，咱即马足够规矩个。好，哦，台中地台头拄讲个，迄个210/12无材料开一条路，开到渭南，开到北吼，开一条纵贯线。中华民国在台湾，我较爱用即句：中华民国害台湾。伊若卖来吼，咱若迄个美国占领。像琉球安尼，美国占领，吼、哦，二十年后，兴日本，啊，咱后美国占领，咱嘛二十年后兴日本，咱即摆嘛，大家拢嘛拉入去。我记我做囡仔时，看爸爸妈妈因遐同学来，拢嘛拉入去。入去迄阵是国语啊，啊，日本人总是较顶尖，吼、哦，啊，较有文化嘛。你看，前下咱台湾人足爱去日本佚佗的。空气好，卫生也好，啊，搁足有礼貌的吼、哦。早期拢咱台湾人去日本佚佗，都爱买日本的收音机也好啊，卡面啦吼，啊，哦、手机啊吼、哦。OK， 所以中华民国来台湾，咱又害是足惨的吼、哦，咱拢咧做奴隶。好，过、啊、来蒋介石吼，老一辈迄阵建楼。伊就把事件了，美国的迄个《Life》杂志吼，就个记者来采访本土台湾人，啊，本土台湾人安怎个回？吼、哦，要求恁美国人有够要求，阮甘愿吼，互你牵两粒原子弹吼，广岛的长崎迄两粒来牵阮台湾，阮甘愿。啊，你好，有够要求，把迄粒一道牵入阮台湾，甲进遗毒也袂散，吼、哦，遗害百年。要臭头啊！哈 ，OK， 好，好，这部分讲到这。过来，咱来听讲，分听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这是2004年10月25，伊去北京访问的时候，啊，记者咧个采访的时候，伊讲的，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好、哦，
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我话用境外的国内，因为美国用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来管台湾，但是美国人若要来台湾，嘛爱摕伊个护照开张入来，所以我甲号做境外的国内，这是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但是即马由台湾地理当局代理管理中，哈。好，是不是国家有四个认定的标准？第一要有领土，第二要有人口，第三要有政府，第四要有外交官。结果你来看，你台湾国敢有领土？无咧，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呢。敢有人口？歹者，即马两千几万的台湾人，拢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唔是摕你台湾国发的身份证。现在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也不是叫做台湾政府。共有22个外交权的国家，这些小国家都是中华民国拿钱去跟买收的、啊、叫他们的外交官去跟人签建交公报，也不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的外交公报，所以台湾不是国家、哦、好、啊、有人说、啊、我们都拜关公拜妈祖，所以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个逻辑哪会通？啊，若信耶稣的，唔就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信释迦牟尼佛的，唔就印度人？啊，所以这逻辑未通。啊，若用汉字就中国人。即卖日本嘛也咧用汉字，日本敢中国人？韩国以前嘛也阁用汉文，哦，是不也因改汉文啊，真侪圈圈呢，哦。啊，包括因较早的首都叫汉城。韩国不是中国人哈、哦，所以这逻辑未通了哈、哦。OK， 好。那么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将来要安怎？因为陆海空三军的司令部的裁撤，干那村改做指挥部。即卖21万5的兵力会一直裁撤到村12万人，这就将来要募兵制啊。好、哦，过来，你裁撤司令部、村指挥部。那么什么人来要来发号施令，为美军在太平洋的总部，在那个夏威夷的总部直接发号施令啊？美国军事政委人的入来台湾，中华民国联盟政委人员要撤退去金门、马祖，还是福建的平潭岛？啊，这个福建平潭岛，伊2000年11月30日海峡到平潭至台中港所航。3点钟就到了，吼、哦，这款船啊，哈、哦，啊，2013年10月7日换平潭到台北港，哈、哦，所航，这里搁较近，为观音那边，啊，它就观音那边对，嗨。那么这只船啊，一定载760个人，哈、哦，240台小客车，哈、哦，今年的运量估计一定到18万人次，哈、哦，好。那么现在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以前咱也听了这句话，拢讲哦，阿强要拍来吼、哦。结果了解了，才知影唔是。来，这2006年阿扁啊，5月要去访问中南美啊、哦。啊，伊个阿扁啊，较无听话。迄阵啊，开始阿扁啊咧要行一个台独的路线哈。哦因无连任的压力啊，所以开始咧行台独的路线。啊，美国小布希无欢喜，讲伊麻烦制造者好吧。所以菲律宾无甲安排，从拄开始，伊第一任甲安排菲律宾当直飞入去美国的纽约州，伊纽约市吼，伊当跟咱的大桥伫饭店头前握手拍招呼。这个地方甲安排为阿拉斯加、安克拉斯遐去。也赶个皮皮抓哈，好。那么迄当时，美国的副国务卿叫做佐利克哈，伊讲哈，这是中民社香港的评论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日前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让我清楚的说，台湾独立就是战争。作为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如此直率的把台独与战争直接紧密挂钩，这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啊，而且一个讲
这是因为让我把话说白，独立意味着战争，这意味着我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及海军陆战队四大军种来出兵。这四大军种出来就是要修建啊，就是要打台湾啊！你敢搞独立出来？因为台湾这些土地，顶管要有两个主人啊，一个握有，有一个是所有权状顶管收下来所有权人日本天皇，啊，一个是握有这个所有权状呢债权人美国啊，哦，台湾这些所有权证被美国握住了。你等你把战争再提来行，像琉球安尼3亿2000万美金交来，我行，宽政行你。台湾甲澎湖宽政即马第二美国手呢，都像咱去甲银行借钱，等于咱的所宽政抵押伫银行嘛。你爱提钱来行，所宽政就行你多销啊。美国即马嘛咧等这条战争债啊，啊你台湾人戆面呢，一声要发独立。要独立队啊！你有提钱去放人无？你有提钱去予天皇讲啊？无，你无钱啦！我是不是我提钱来行美国？啊，这块土地予阮台湾人，你莫问这两个，爱问美国头家，爱问咱的日本天皇的头家，对不对？所以台湾人无理取闹，国际法无读，打得乱乱来，吼、哦！所以台湾独立前啊！会战后较紧吗？那独立未成功，而且美国拢咧动，哦，即你若台独就是打着美国的红线，所以阿扁阿妹啊，也有小布希甲美讲麻烦制造者，哈、哦、，trouble maker， 即原因嘛，啥咧乱混，哈、哦，无采用那读法律咧，即有所有权人嘛，有债权人，啊，你这两个拢无要管，特别用公民投票讲。啊，这块土地是阮台湾人的，哦。日本天皇迄阵摕到台湾，要来接管台湾。迄阵是大清干呐管沿海这平埔族的所在，高山地区拢无呢，拢迄种原住民的领土啊，因的算传统领域啊。日本入来，他发现我夭寿，啊，这还拢在搞反抗，原住民当然在反抗啊。这原来拢阮的传统领域，我要拍啦，就要拍啦。我要固守啊，倒来到民城起厝。日本人来了，拢这拢袂在，拢袂使，莫名其妙。吼、哦，当年堪咪反共啊？唔靠有塞德克巴来安尼抗日吼、哦。啊，就日本开足侪精神，开差不多10年的时间，为北拍到南，平定平埔族甲高山族拢平定了，把台湾统一，把主权统一起来。建构台湾主权，所以台湾经过日本哥在1945年4月节在台湾实施明治宪法，为刚开始，台湾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有参政权，一定派三个参议院的议员，五个众议院议员去东京的议事厅，吼，帝国议会遐开会。台湾人嘛有。效忠的对象，咱来效忠天皇，所以台湾人为了开始会当做兵，正讲做日本皇军。1945年4月节以前去做兵，迄叫做军夫。哦，迄阵日本有叫战争法来，你要唔是正讲的，哦，有效忠对象的是日本宪法、明治宪法阿袂实施伫台湾，恁台湾人无资格做兵，但是你会使。参加义勇军，就是你志愿来，哦，啊无就是讲你做，就是做后勤，到搬物件、搬粮食、搬弹药安尼，好、哦，好。那么现在，比如讲台湾不可以公投，哦，头拄我有讲一部分啦，好、哦。那么咱拿以2008年甲2012年流亡中华民国总统台湾做咧，这两个你甲当作是统独公投，有影？2008年谢中廷独派。看通牌慢去算，输200万票。2012年1月14日，小英独派，看通牌慢去，那么要输80万票。而且迄个2012年1月7日，咱秘书长迄阵阮伫遐迎新会，
过两礼拜后要投票，美国就甲咱秘书长讲，小英会输80万。迄阵咱秘书长唔敢，无啥敢讲咧。伫政治上，佮美国联络，敢真正爱宣布这个吗？美国讲你做你甲宣布，秘书长佮回讲，你若叫我宣布，若无影，若小英赢，阮台湾民众爱爆开咧，就免人啊咧。伊讲你做你甲讲。迄阵我伫台下听，我嘛半信半疑。哦，小英那三只小猪欠寡寡呢，气势有够好个、啊，这稳赢个嘛。真正开票开个，输79万几啦，这有够准个啊！我滴，无啦，79万几啦，输。哦，民调，哦，哎、欸，拄仔看阿扁啊，民调台北市甲要八成，哎、欸，所以。那你甲想，咱台湾人、外国人，若咧看这两场，咱当然讲，咱投票迄一天，咱伫中华民国身份证，你比今日到投票所甲领票，咱先输一半。你承认你是中国人，你唔该摕中华民国身份证，你比甲领票嘛？咱是日本的台湾人，爱流亡政府咧选伊个流亡的领导者，迄是因兜的代志。达赖喇嘛流亡走去西藏，达赖喇嘛因伫西藏遐，美国替伊租块土地，哦，差不多16平方公里呢。流亡的这个吐蕃的人，伫遐咧选伊的总理。印度当地印度人敢有堪比咧选举？无呢。啊，因中华民国流亡来遮，啊，咱台湾人堪比咧做咧选。哦，因咧选，因会使讲。用动物来比啦，猪仔咧选猪王，跟咱跟狗有啥物关系？你听有无？迄咱无，跟伊都无共国个吼。安尼比咧是无介恰当，但安尼可能较清楚啦吼、哦。而且，你伫自由意志之下，你要甲投票，啊，咱去投出通牌马英九。安尼结果，全世界讲，啊，恁都要跟阿强啊统一。我来尊重你的意思啊，啊，你将来就惨啊，哈。好，那么现在美国要爱美国爱咱台湾民众爱分的4000个人员，加荷花41万份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迄当时1945年，蒋介石的部队来台湾，迄阵陈仪派伊1000名的军公教人员入来台湾接管台湾。迄阵台湾的人口才600万。那么现在已经到4倍，2700万，哦，4×6=24。所以美国要求讲，咱来训练4000个头壳清楚的哦，哦，来准备接管台湾的政权。哦，美国美军入来，咱向美军接政权，美国会把中华民国政权收起来，交予咱民众，咱唔免跟中华民国哦举刀举成烧台，唔免。美国头家会处理得较好些好些，哦。那么荷花41万份的台湾政府身份证，41万份就是咱的基本的一个民意嘛。这以后就拢咱台湾民政府的这个宣传人员啊、哦。那么你会记昨日，4、5天前，有一个咱台湾女孩子去瑞士的联合国的总部、欧洲总部去参观哦，一个万国公要参观，伊摕中华民国的这个护照。人不要你，好、哦，伊讲你爱摕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台湾政府身份证就是咱来发的，好、哦，所以咱特别接党政权啊，哈、哦，后壁诶，因外国人拢开始咧知影讲将来台湾的变化哈、哦，美军咧直接入来占领哈，因为咱是许美国人拍败，咱毋是许中国人拍败。咱的日本皇军正手跟中国小战，咱战赢，把中国沿海所有的新闻拢讲来。蒋介石走去比伫个内陆的四川、重庆、雾都内底，对无？安尼你就知影啥物人拍赢嘛？那中国拍赢，咱的东京应该许中国人占领，无啊？是咱去占伊的南京，渔船刷去重庆，好无？咱倒手跟美国小战，咱拍输许肯尔啦、关注团输。但是美国跟中国是同盟国，美国赢讲伊煞赢，所以阮甲合作打败仗的战胜国，中国是打败仗的战胜国，安尼吼。哦
过来，咱来看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甲有啥物迹象？因为咱来讲啊，美国军事占领台湾，介侪人讲唔大有啊，我拢无看到美军。好，咱为这法律依据甲迹象来看啊。第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号命令啊，这是迄阵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了，伫1945年哈，八月十日由当时的总统杜鲁门核准啊，迄阵罗斯福已经归红哈。麦克阿瑟将军伫1945年九月七日对日本受降，啊，伫咧东京湾的密苏里舰的受降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接受在台湾日军投降缴械。啊，注意看，命令蒋介石，因为迄阵呢，盟军最高统帅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嘛，啊，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战区的统帅，咱台湾澎湖是属太平洋战区，咱不是中国战区哈。好，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依靠权力来分配盟军什么人去占什么所在。迄当时，我蒋介石的命令是北纬16度线以北，北印度支那就是北越，包括台湾跟澎湖，是向迄个蒋介石元帅投降，头前无挂名，但你去注意看，那北纬38度线的北朝鲜、北韩，包括中国的东北，是向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投降，头前有苏联这些国家，但是何蒋介石干呐？给蒋介石元帅头前无挂中华民国，什么原因？因为迄阵代表中国有四个。所以怕将来会先不要讲国名，因为代表中国有延安的毛泽东政府，有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有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有满洲国，有这四个。所以那时候发文跟他我蒋介石蒋介命令蒋介石元帅呢，好，我一去派兵派陈仪来，好，过来。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比日本敢若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呢？哈，第23条也确认美国是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这里日本包括日属的台湾甲澎湖。哈，好，过来对日合约的签订，甲韩国的一个同盟国边啊协商，边啊拟定草案，讲边啊写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草案。拢是这个杜勒斯在主导，啊，这个加分配，这个杜勒斯是由美国总统聘任的特使，专门咧跟其他的国家咧协商。因为你要以前两个国家，日本甲大清帝国嘛下关条约，这较单纯两个国家呢，啊，足趣味哦。下关条约拟定迄个人嘛叫做杜勒斯，就是今嘛这个杜勒斯的阿公。好，为啥你来看看了讲，拢美国咧主导甲分配，哈、哦。过来，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伫1979年4月7日订立，关键追溯到1979年的1月1日生效，哈、哦。这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咧定这个台湾关系法，无招咱台湾人做去美国拟定，要哪定无？定好了。实施的时候，嘛无甲咱台湾人讲，我要到遮实施好无？直接进行实施，唔免问咱台湾人同意无？吼、哦，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合约，依靠这个权利甲义务来定立。咱唔捌听到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无？因为因无权利。吼、哦，因为美国头拄讲的，美国是伫旧金山合约，伊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这个身份，伫旧金山合约有写甲足清楚。吼、哦，那么有。主要占领全国，就有次要占领全国。后边这個中华民国就是次要占领全国的身份啦，哈。好，那么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有对台六项保证，这是当时美国要跟中共签这个八一七公报进程。迄阵台湾人民心惶惶，无论中国人，是台湾的中国人，还是本土台湾人。有钱人拢咧卖土地、卖厝，吼、
拢咧换美金，拢要离开台湾，人心惶惶的精英啊！就该迄条迄阵蒋经国透过伊个外交关系，迄个美国总统要求，迄阵雷根咧做总统，讲阮台湾安尼民心惶惶吼，啊！你要干嘛？跟我签这个公报，有可能压倒中华民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最希望你发表一挂声明，保证来安踏台湾人的心哦。所以雷根我那了解讲这个情形，所以有发表对台六项保证。啊，咱来看伊保证啥？第一，美国无意思要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啊，你主要看这個对台军售，这个台这是台湾治理当局，不是台湾，也不是中华民国，哈，是台湾治理当局，就是台湾关系法里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好，美国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军售，啊，这样的台湾治理当局。好，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啊，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蒋介石，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因为过去国共谈判，大概拢国民党输，所以伊也保证讲我袂伊坐上谈判桌来跟阿强啊谈判。哦，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所讲的讲，伊对台湾有主权这个主张，美国无支持，无承认。哦，甲阵美国的官方的讲法，毋捌讲着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这个文件唔捌。但是真侪人会伫个三国公报，哦，什么八一七公报、上海公报、建交公报所讲的吼，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哦，两岸的中国人，哦，都认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美国不易于挑战，美国得知，哦，美国跟他得知了 acknowledge 得知，但是不挑战这个部分，哦，就讲，哦，你所讲的讲，哦，台湾是恁两岸的中国人拢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哦，这我美国无跟你调整，啊，我美国有听到，美国跟他听到，伊无讲承认哦 ，acknowledge 是得知呢。不是承认，哦，你若承认就 recognize 哈，啊，所以美国咧生文字游戏，美国咧生文字游戏，我呐比阿强较厉害，啊，所以过去那你跟中国人签条约，拢爱有第三个版本，一个版本爱用英文版，那有纠纷的时爱用英文版为主。啊！你甲想两岸的中国人，哦，恁家己咧讲的，恁中国人无论走路来遮台湾人，还是留伫中国大陆、中国迄边呢，阿强啊遐个人，拢讲台湾是因的，迄是恁中国人咧讲的，你拢无问阮台湾人意思啊？来遮敢有写着台湾人意思？无啊！恁讲恁的，我若无要甲你跟你做阿灰，哦，不予以挑战，哦，美国也不爱跟你挑战，台湾要搁是日本天皇的领土。这些我有所有权证的啦，所有权证在我美国手里。好，OK，好，咱唔捌听到讲其他的国家对台湾有任何的保证还是承诺？你敢捌听到法国甲咱保证，还是英国甲咱承诺啥？咱台湾啊，跟美国无相当的关系，密切的关系。美国是安那？你跟一个总统在开这个六项保证，甲你保证，哦，你算什么东西啊？就是因为这块土地太巨大了，战略位置太重要，而且战争在日本还没赔，当然要顾好啊。所以依照台湾关系啊，1996年，李登辉跟潘明敏咧选第一任的这个第一届民选总统的时候，阿强啊，封锁台湾，加人降价，高雄港气象危机啊，无台海危机，迄阵杜克林顿总统虽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出来顾台湾，有无？美国若塞一只战斗航空母舰战斗群出来，咧坚果啊！那塞两只出来就讲要进来无要紧，要拍来无要紧，吼、哦。
安尼有斗硬无？安尼是毋是美国真正是台湾的头家嘛？即块土地伊咧管的嘛？哦，地上管家权伊咧管的嘛？而且占领地区的国家安全，即、這个国防是占领军来负责啊。所以若阿强啊要甲咱退，美军追到位啊！哦，阿强啊敢若咧刺杀飞弹呢？美国就塞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出来，哦，这不是出来咧佚佗远足咧看华人外海什么海豚咧看趣味的，哦，好，过来咱来看美国核电的艺术，哈，那选择中华民国流氓总统拢爱当核电，哈，哦，来个承认，哦，啊，但是这是正如一般命令，蒋介石一脉相承的，哈，哦。咱来看2004年3月20号，阿扁也动算，那也去霸占凯达格兰大道啊。另外，迄阵咧等美方白宫的贺电，迄、那个心情，大家应该爱记，规个心拢扑咧，放不下去。因为贺电一礼拜无来，那阿扁也跟 AIT 的理事主席啊，交情袂歹，准。打電話說，跟問說，啊，現在賀電都沒來，請你白宮給了解。那個AIT的夏金這個主席，隨口去問，結果，白宮說，我們賀電都準備好了，在等中華民國中專會打那個當選公告。但這個消息，哪軍的在華府，在美國那邊的情報系統就知道，所以他們哪個都动不了，黄石成这主任委打这个公告，啊，立个就甲报去打起来了，随迄个哪样拆掉。但是迄个连拍的卡米拉摄到，甲迄打起来的动作，甲传真过美国，贺电就随搞，贺电一个搞，遐哪样知影讲，头家已经承认，即马新的台湾这个领导者陈水扁无唔对啊，佫乱无效，头家已经承认。所以就乱不落去了，哦，你为啥你就看到知影讲，你选到若无迄个贺电甲你承认无效，即等于讲，较早你甲美国讲有一个总公司的这个做素食店的，这个伫台湾开分公司，较早直接用派蒋介石做台湾这间分公司的总经理，第二个换派因囝做总经理。不要你用恁台湾这员工去选新的总经理，互恁投票选到陈水扁，后来佫选到一个叫做马英九，这种拢选的。但是恁若选到，是毋是董事会爱有一个派令？白宫的核定定义是这个派令的对吧？佮你承认讲，哦，你选出来好，我佮你承认，你会当做台湾的领导者，台湾的总经理，这个意思。所以美国是头家，你莫搞不清楚状况了哈。所以你也干嘛讲钱呐？中华民国，事实上拢爱看美国的目色，事实上拢美国咧下指导棋，哦，这点你要了解啊。好，过来咱来看，军事基地来做一个对比。来，菲律宾有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甲斯比克湾的海军基地；琉球有加索纳空军基地，甲普天间基地；古巴有关塔那摩湾基地。台湾有清泉岗空军基地，这个清泉岗空军基地是亚洲上大的哈。啊，你注意哦，这所有的基地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这拢叫美国占领的所在。菲律宾跟古巴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了签巴黎合约所割让出来，好，哦，这个割让，啊，这个是西班牙放弃。那么第二次战后，日本、哦，琉球迄个美国占领台湾，嘛是迄个美国占领，拢是迄个人占领，美国唔开，在台湾设基地，啊，无美国，你若无去占领北韩，美国你敢有法度去北韩设基地？你敢有法度去北越设基地？无啊，哦，就是咱迄个美国军事占领，足明显的，哦。过来，依照国际战争法的规定，军事占领未使移转主权。这是咱今仔日来遮学，
上重要的两点，其中的一点，哦，君主占领未使移转主权，咱来用伊拉克做例，哦，来，伊拉克英美联军，哦，2003年3月19日攻击伊拉克，哦，第5月7日就完成对伊拉克的君主攻击，进入战役占领区，有无？海参绕跑呀，哦，迄铜像用救来，有无？那么这段时间叫做善意的占领区。好，过来，第5月2日，联合国声明，英美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这是军政务了哈。第伊拉克的权力哈。好，但是到2009年哈，台湾两年后，是英军降旗撤军。好，2011年12月15日，哇，美军降旗撤军。剩200几个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俩，啊！你也想，为2000年开始，2003年，哦，三月去甲拍伊拉克，开遐济钱，死遐济美军，哦，遐济设备弄歹个，那会到尾啊，拢爱撤军，赢人，迄叫做君主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跟。这个以色列哈，伊占领加沙走廊，占领38年，伊也开屯垦区，嘛开足侪钱，因为遐无水、无电，伊也做公路、做地管，唔开有法度做农业，因为遐沙漠。结果以色列开遐侪钱，38年后，伫联合国的要求之下撤军。哦，所以中华民国来台湾，佫占较久无效。这块土地若不是伊的，就是不是伊的。哦，就敢那讲土地，咱来看隔壁，哦，还有的贪金，贪话讲偷乌，你去给你10年后吼，给你乌3公尺过啊啦吼。隔壁主人呐发一声，迄块土地伊要卖，已经跟人签好啊。新的地主来，伊要干爱干改给人啊，确认落去，哦，到这，你隔壁你甲贪的无效。刷回来吃，人为你拍位了，你硬占不好，好、哦，好，过来，第二个重点，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好、哦，咱以中华民国做例，中华民国，伊来台湾，离开家己的国土，走来伫大日本帝国的台湾，即。叫做流氓，拄啊，跟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伊有德国甲占领，伊个戴高乐将军带一部呢，因个军工教人员流氓去到英国的伦敦，英国刚好逼着法国会占领地，无啊。而且你若流氓的所在，敢那是会当多起鸟，你注意，英国流亡在伦敦，啊，什么韩国，韩国会进入流亡在上海，拢是多起。中华民国来台湾，走路来台湾，伊个名叫做 Chinese Taipei， 就是中国人个政府流亡来伫台北市，伊袂使用台湾，袂使用一个大地名，哦，这点你就知影讲，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哦 ，OK， 袂使 Chinese 台湾袂使哦，干来当都市 Chinese Taipei， 好，好，以突破为例，就是。西藏的达赖因流亡去这个印度的达兰扎拉，同款这个意思，哈、哦。时间到了哦 ，OK， 好，潘姐，我今仔就讲到这了哈、哦，好，多谢各位，多谢，谢谢。